那最近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们这个乐坛呢，一直都有很多很多的新人，而且都非常优秀的新人。然后很有一句话说什么是什么前浪推后浪啊 ？Sorry 啊，后浪推前浪，前浪真的有这一句吗？真的吗？希望在沙滩上的那个前浪呢，在沙子上面还是会发亮发光的这样。那今天呢，好友音乐会我也特别请来了一位好友，那他是张静乔乔乔。那其实我觉得，他唱歌是非常非常棒，而且他整个人的态度跟气质都很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请来他一起跟我合唱一些我之前的一些作品。一个笑容灿烂中带点腼腆的男生，个子虽小，但却拥有令人惊艳的好嗓音，在歌唱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，却丝毫没有一点骄傲自满的气息，对待人事物更加温和谦逊。在新生代歌手如雨后春笋般的乐坛，乔乔的歌声还有态度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，而一直以来都是光良死忠歌迷的乔乔，今天在好友音乐会中碰到自己的偶像光良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爱上你，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